今天就是要出队啊，李炫武。现在我们要去山上攻，今天就是要出队啊！李炫武，不管有没有直接玩到啦，有没有玩到都好，都拍给你们看啊！好满满的人潮啊，今天。1、2、3 ，OK OK。像我们一个2022年代，一个2023年代，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买这衣服的朋友们，马上下面那个链接点起来。对，来了，大嫂，来了，大嫂。哇，你看萝莉，萝莉，萝莉，哇，有萝莉。买衣服。在看下去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全新创作衣服，在我身上穿着一黑一红，没错，这个主题呢就叫巨。明年是什么年？哦，龙年。龙年代表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舞龙。这巨跟舞龙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舞龙呢一定要10个人，包括龙珠，少了一个人都不可以。就像我们新年一样，没错，平时天也一样，想跟你朋友相聚，跟你家人相聚都没有问题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呢，我是一个巨的这个设计，把它打开，中间会有一条龙，就代表这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象征性，一个意义。然后后面一个大图呢是用舞龙来为设计，上面有一个 reunite， 下面一个相聚的汉语拼音。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衣服呢，除了潮流，还带出文化，还带出意思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怎样子买，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，然后呢，里面就会一步教你怎样子去购买，到最后一项呢就有付款的方式，所以就会有一个 Touch & Go 的 code， 你们可以直接 scan 了直接买，或者是有 bank account。链接里面呢，大家每一个那些名字啊、电话号码跟地址一定要填，不然我寄不到给你们，因为你们一写好了，填写完了，一提交，我这边就会马上收到，包括你们的钱，所以呢。一定要依照你们的价格，那边我也把价格列好到，还有3件100块免运费，代表什么？
马上跟你的家人朋友们一起买起来。那如果你要想买大量的话，或者有什么问题、有什么疑问，都可以联络这个客服号码。对，不要骚扰了，谢绝完哦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这个 N Home 的全新巨的衣服。现在我们去收喽，干大事了，那真的很美。OK 啦，我们去收喽啊。他在盯住了啊。OK OK， 这样子我们到了哦，我们耶。耶！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拿到公蛋吃五楼了。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NK Bing。这次呢，配合明年新年呢，就创作了这个以舞龙为设计的衣服，主题叫做聚。只要十个人配合在一起呢，这个龙它可以被舞起来，缺一不可。相对每年新年，也希望可以跟最重要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呢聚在一起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聚的设计里面呢，会有一条在舞着的龙的一个形，加上后面的这个舞龙头设计呢，还有包括那一排字 Unite 就是重聚的意思。这次的衣服呢有黑红两个颜色，大人小孩子都可以购买。一样的，我们三件100块免运费，所以可以叫你的家人朋友们一起购买起来。这次我们一样采用 pre-order 的方式，从这一刻开始到11月11号都可以预购，然后12月份就会拿到你们的衣服了。你们就可以穿着你们的新衣服去新年去游神。你们可以到以上链接去点击，然后跟着程序跟着步骤就可以买到你们的新衣服了。买到的朋友们，恭喜你们，你们会获得三封精选 for 今年的红包，所以马上来购买 go。